十九场次公开男子组。现在我们进行的是花莲富里乡复兴队队上友达光电队。现在在我们蓝色水道的是友达光电队，在红色水道的是花莲富里乡复兴队。好，大家加油！好，我们花莲富里乡复兴队加油！大家加油！现在这两组呢，都是我们胜部冠军胜部的啊，刚刚有比赛过是胜队的，来接下来再来进行晋级比赛。哦，两队都是比赛过的，是？对，都是胜队。哦，那换句话说，两队都很强哦。都非常的强。我们来看看有多强，看友达比较强还是花莲富里相对比较强。目前在蓝色水道的是友达，好，在红色水道的是花莲富里乡复兴队。到底花莲强还是友达强呢？没错，你看他们的奖都拿得很整齐哦，而且两队好像都是蛮平均的哦。没错，他们平分。好，我们看是红色水道领先还是蓝色水道领先呢？好，红色水道的是花莲富里乡复兴队。哎呦，有答有备而来耶！花莲富里乡漂亮啦！哦，这一组非常的竞争，非常的激烈。在我们红色水道的是花莲富里乡我们复兴队，蓝色水道的是友达光电队。哎呀，叮叮叮叮啊！花莲富里乡，我啊，友达的何许人也？让我们来自花莲富里乡的原住民朋友。也都累成这样，有不会吗？可以吗？下一局会赢吗？确定？哎呦！哎呀，好了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船划回花莲了。好，我们恭喜友达，哎，友达光电，下一局要不要再赢？要不要？你的对手说不要。好，来，我们。花莲富里乡复兴队经过司令台。耶，花莲富里乡加油啊！一定要把这个船直接划回去花